欢迎来到新星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8月18日，本以为娱乐圈将在宁静中徐徐展开。8月18日，本以为娱乐圈将在宁静中徐徐展开，然而，顶尖明星赵丽颖却在这时悄然登上热搜。他的名字成为众人热议的焦点，而这一次他引发轰动的原因并非是宣传新剧，也与前夫冯绍峰无关。意外之处在于他参与线下活动时的举止，让网友纷纷惊叹，大咖果然与众不同。当天35岁的赵丽颖在沈阳参加浪琴的线下活动，她一袭抹胸式蓝色鱼尾长裙，展现出引人注目的好身材。她将长发细致地扎成一束马尾辫，精心绘制的妆融合洁白肌肤，使她焕发出与年龄不符的青春光彩。她的亮相仿佛将她的岁月倒流，散发出20多岁姑娘般的青涩活力，难以想象她已是一位身为母亲的女性。然而，一个细微的举动却透露出她真实的咖位高度。活动主持人宣布欢迎实力派演员赵丽颖，她优雅地踱步而出，每一步都显得从容而富有魅力。她身后的背影引人注目，不是化妆师，也不是助理，而是6、7名身姿健硕的男士。从他们的外表就能看出，这些人显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保镖，身体散发出一股自信和力量的气息。这么多的保镖显然不是一般明星所能轻易拥有的，而赵丽颖的这种咖位更是超越了常规。网友纷纷感叹，起初是被赵丽颖的美貌所吸引点进来看的，没想到却被那一幕身后彪悍的大哥们抢尽了。赵丽颖的红极一时毋庸置疑，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保镖的陪伴。这众多保镖的雇佣费用必定不菲，明星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，但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。赵丽颖这样的明星，为了自身的安全和隐私，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。与此同时，这也揭示出明星圈的竞争激烈和焦虑感。只有真正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资源，才能在这个圈子中稳稳站住脚跟。总之，赵丽颖的一次线下亮相引发了人们对明星地位和保护的思考。她的独特咖位不仅仅体现在事业上的成功，更在于能够凭借实力和影响力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。同时，这也令人不禁思考明星背后的付出和代价，以及这背后所蕴含的竞争和压力。二，赵丽颖这身材也太好了，一身蓝色星钻鱼裙治愈了不少男性网友。赵丽颖这身材也太好了，一身蓝色星钻鱼裙现身在某品牌活动中，人群中的赵丽颖一眼看上去显得优雅迷人，又显性感妩媚的气息感。就赵丽颖这样的身材和气质，在人群中显得格外耀眼，白皙透露的肌肤，优雅迷人的身姿，散发出成熟女人的魅力感。看到赵丽颖精致的容颜，自信魅力的笑容，不禁为她的形象所吸引。就赵丽颖这颜值和气质，相信没有几个人能拒绝。就她这样的状态和气质，简直也太美了。不少网友看到她的美照，纷纷夸赞她的美貌，简直就是天仙下凡。也有不少男性网友直接在网上直呼老婆真漂亮，就赵丽颖这气质和身材，治愈了不少男性网友。尤其她温柔的笑容搭配一条蓝色的抹胸长裙，就像一条灵动的美人鱼，看着就让人兴奋不已。看着赵丽颖这身穿搭，裙摆摇曳，如同一尾在海中自由游弋的美人鱼。她的妆容清新淡雅，眉宇间流露出一股倔强的气质，仿佛是海洋中的公主。在灯光的照射下，她的蓝色长裙闪耀着迷人的光芒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蓝色的海洋之中。赵丽颖在活动中的身姿优美，她在镜头前走动的每一步，犹如海底的精灵在舞动。她的动作优雅迷人，
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他的自信与魅力。他面对镜头微笑着，眼神中透露出温柔的爱意，仿佛在向观众宣告他的幸福与喜悦之情。当看着赵丽颖这身穿搭和气质，感觉整个画面充满了浪漫与梦幻的气息。赵丽颖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中的主角，让人忍不住为之倾倒。赵丽颖的美丽不仅在于外表，更在于那种坚韧的眼神，以及她自信优雅的气质。赵丽颖这种状态，是她最放松的状态，也是她最开心的喜悦。她对自由与幸福的追求，在这组照片中就能体现出来。就赵丽颖这组美照，从她的言行举止，以及她的气质和气场，就能展现出她唯美的一面，也能展现出她自信优雅的一面。就她这样的气质和身材，让人看了为之倾心。三，赵丽颖出席沈阳线下活动，举止落落大方，诠释了什么叫做万人空巷。8月18日，多位顶流花 Angelababy、刘诗诗、虞书欣等亮相了一场线下活动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85花顶流赵丽颖。她的到来真正诠释了万人空巷，人群涌动，网友甚至开玩笑说这是继赵满楼之后又有了赵满街。这充分展示了赵丽颖作为85花女顶流的国民度啊。赵丽颖出现在辽宁沈阳的太原街，她的装扮唯美动人，可以说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她身穿一袭蓝色星钻人鱼裙，身姿纤细婀娜，锁骨精致迷人，气质知性而优雅。她的打扮既温文尔雅，又毫不拘束，明显可以看出她现身太原街的95文化图书城附近。赵丽颖礼貌地向粉丝挥手告别，即使如今传出了她与冯绍峰复婚的消息，也丝毫没有影响到她的工作。除了她的助理，还有很多网友和粉丝纷纷聚集围观。毕竟作为一个备受喜爱的一线艺人，赵丽颖深得众多网友钟爱，一听说她来到沈阳，大家都格外激动。赵丽颖到场后，与主持人在舞台上与粉丝们互动。尽管她身材娇小，但穿着拖地礼裙，她的身形显得更高挑，比旁边的主持人高出许多。主持人虽然在素人中也算是大美女，但与赵丽颖站在一起，立刻显现出明星与素人的巨大差距。赵丽颖小巧的脸颊和头部比例完美，完全展现出明星的风范。赵丽颖线下活动的火爆人气，体现了她在观众心中的受欢迎程度，这显示了她在演艺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较高，吸引了大量观众的支持和关注。作为一个艺人，赵丽颖确实非常出色，她的举止大方得体。她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，也没有接受过艺术专业的训练，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今天的成就。多年来，网友们还注意到赵丽颖经历了巨大的变化。曾经被人嘲笑为土气的农村女孩，如今她的气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。现在的赵丽颖优雅大方，已成为能够引领全场的女顶流，但她内心仍保留着初入娱乐圈时的俏皮可爱，这正是她最珍贵的地方。